Hello， 大家歡迎翻到我 channel， 我一個熱愛科技嘅魔術師 Matt。 咁喺 channel 裏邊，我同大家分享啲有趣上嘅科技產品、科技知識，同埋當然唔少都嘅魔術表同魔術教練。所以咁多張開任何碟咧，記住而家即刻 subscribe channel， 按埋個鈴仔。咁我出新片就要即刻收到通知，唔會 miss 任何碟啦。我哋3秒鐘咧 ，3、2、1，OK。我哋今日要教嘅咧就係呢一個。哇！一定係好多人都有見過，喺好多唔同嘅戲裏面見過，亦都有好多人問我要教呢樣嘢嘅教學。咁呢個咧就係 spring。咁中文咧就可能叫賭神拉牌啊、拉牌啊，blah blah blah， 唔知啦。OK， 咁呢個技巧咧，大家一定係好多賭神嘅戲裏面一定會睇過啦。但係可能你睇戲裏面嗰啲咧，有啲唔係用一啲普通 pair 牌嚟嘅，有啲可能係用有條線咧楞住曬 fairway 牌，所以咧你點飛出嚟咧，佢都唔會跌嘅。咁但係我哋今日教嘅咧就真係純技巧嘅版本，就真係咧用普通 pair 牌唔需要用線咧都可以做到嘅效果啦。OK， 咁廢話唔咁多，我哋即刻進入教學嘅環節。咁首先我哋要準備一副 pair 牌咧，都係咁呢次咧對於 pair 牌嘅質量咧就冇太大嘅要求。只要是普通副 pair 牌其實都 OK 的了。如果大家一開始做的話，可能隻手未必會夠力的，可能不夠力的話，大家可以試下用半副，拿半副去做都可以做到的。OK， 當你做熟了之後就可以用整副去做了。首先我們拿牌的動作呢，用右手和人地，我們會拿住這個牌的右上角和個左下角這兩個角落頭的。右上角我們會用我們右手裡面的無名指和尾指的中間這個連接位去擺住一個位嘅，而左下角一位就擺我哋嘅拇指。我哋拇指咧擺嘅位咧要啱啱好，啱啱我哋嘅指尖呢個位置咧要啱啱好捉住成副 pair 牌就 OK 噶啦。我哋唔好捉得太落，咁樣咧就太落啦。我哋捉上少少，啱啱好可以掂到最後嗰張牌就 OK 噶啦。因為我哋真係飛啲牌出嚟嘅時候咧，要好順手將佢飛出嚟啊，所以就唔可以揸得太過落嘅個位置。右上角擺無名指同尾指，左下角擺拇指，拇指就咁揸住，個動作就係咁嘅。咁樣揸住咗之後啦，我哋用力屈，如果嗰副牌咧就會呈現一個嘅弧度咁樣嘅。依個嘅時候咧，就係如果你唔夠力咧，你就用半副 pair 牌會容易啲去做到依個弧度嘅動作。都係練熟咗就可以用成副啦，都可以做嘅。我哋一陣將啲牌飛出嚟嘅時候咧，係由拇指依個位置咧去射啲牌出嚟嘅。OK， 好似咁樣射啲牌出嚟嘅。所以咧，我哋上邊依個角落頭嘅位置咧係唔喐，一直頂住啲 pair 牌嘅。我哋拇指咧依個時候就要慢慢。用我哋嘅力都係啦，我哋要不斷去嘗試去做咧，去掌握一個力度同埋個傾斜角度啊。我哋拇指會慢慢慢慢向上翹起，咁你要叫啲牌就一張一張一張由拇指位置咧飛出嚟噶啦。跟住當我哋將右手將啲牌射出嚟嘅時候咧，左手同樣有一個動作要做嘅，因為我哋左手要接住啲 pair 牌嘛。咁點樣接呢？我哋左手咁樣攞擺喺度，跟住我哋要將我哋嘅尾指垂直向天，跟住依三隻手指咧就做一個包圍咁樣嘅動作就 OK 啦。咁點解我哋嘅尾指要垂直向上呢？因為咧，我哋咁樣睇，當我哋啲 pair 牌射出嘅時候咧，尾指依個位置就可以頂住啲 pair 牌，等佢咧唔會向後直接飛曬落地下啦。而我哋將啲牌射出嚟嘅時候咧，我哋嘅右手嘅位置大約會喺左手嘅右前方咁上下嘅位置，因為我哋 pair 牌會向稍微向後咁樣傾斜射出嚟嘅，所以我哋角度對準嘅話咧，啲牌就會被尾指頂住咗，跟住依三隻手指繼續包住副 pair 牌。咁樣直到你成副 pair 牌飛曬出嚟嘅時候咧，都可以唔怕跌落地下噶啦。咁但係相信我啦，當你第一次做嘅時候，如果頭先有跟住我做咧，你應該而家應該係執緊 pair 牌嘅喺地下，應該成地都係 pair 牌，係好正常嘅。因為你要掌握依個力度同埋左手要同時接住個 pair 牌咧，係真係需要練習一段時間嘅。但係嗰個力度究竟要幾大啊？個傾斜角度啊，依隻手點樣擺啊？那個高度啊，就真係要你慢慢去練嘅時候去到個感覺，你就會知道究竟個位置或者個力度係幾多噶啦。我都好難可以同你解釋到依樣嘢。OK， 咁我哋再試一次，右手無名指尾指擺角落頭，拇指擺左下角揸住，跟住屈曲，跟住左手尾指垂直向天，隻手咁樣，跟住我哋拇指慢慢放鬆，將啲牌一張一張一張射出嚟，咁樣就完成我哋嘅 spring 噶啦。咁當然啦，個距離嘅方面咧，就當你依個距離熟習咗之後啦，你覺得可以再遠少少嘅時候咧，你可以慢慢拉遠少個距離。或者之後再慢慢再拉遠少少，或者你可以兩隻手同時拉開都得嘅，如果你熟嘅話 ，OK。咁當然到你之後再熟嘅時候咧，你就可以做到再長啲嘅 spring 都係 OK 噶啦。好，咁呢個就係今日教大家嘅 spring 嘅賭神拉牌技巧啦。咁相信呢一個咧，對比之前教嘅嗰啲技巧咧，可能會難
少少啊，可能尤其對女仔，如果女仔學嘅話咧，可能隻手未必會夠力，但係咧女仔都係做到嘅，完全係冇問題嘅。OK， 咁如果大家喺做嘅時候咧，遇到啲咩問題嘅話咧，都歡迎喺下邊 comment 同我講，如果我可以教到你咧，都會盡量解答翻你嘅問題嘅。咁記住，如果依條片咧你係有學到少少嘢，或者都中意嘅話咧，記住幫我 like 咗呢條片，同埋 share 出嚟俾朋友仔睇下。OK， 仲有咗唔好唔記得要 subscribe 我 channel 支持一下。OK， 咁我就一個熱愛科技嘅魔術師咩？我哋下條片再見 ，peace。再做一次 spring 先 ，cool。